伊若国民党无过半，咱的总统选掉了，这个总统就通啊大发挥。咱真正想要爱的法律，想要爱的政策，都有可能一项啊一项通过。啊，台湾都有可能一步一步向前行。啊，所以这个选举重要，跟怎都关联着咱台湾规个前途、规个未来。啊，所以总统咱来好好来选，啊，立委一定。哎呦，国民党无过半，有时个立委像议员这款的，应该要继续努力。